主料：茄子400克，辅料：蒜瓣四粒、葱花、郫县豆瓣酱15克，生抽5毫升，香醋10毫升，白糖10克，生姜5毫升，香油、橄榄油、香菜、淀粉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所有的食材，茄子洗净切开，入蒸锅中大火蒸熟10分钟左右。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生抽、香醋、生姜汁、淀粉，搅拌均匀，成为鱼姜汁备用。葱切葱花，蒜瓣切碎末。准备好郫县豆瓣酱，蒸好的茄子取出晾一晾，用手撕成茄条，烧沥干水分备用。把撕好的茄条摆入盘中，可用香菜做装饰。炒锅倒入香油和橄榄油，放入豆瓣酱炒出香味，再放入蒜末和葱花炒香，加入调好的鱼香汁，小火搅拌至浓稠出香，关火，把鱼香汁浇在茄子上，摆上香菜挤好。烹饪技巧：茄子不要蒸时间长，10分钟筷子能插入就好，没有生姜汁可用姜末代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